来啊，咱下礼拜吼啊，就是要来开始啊，咱啊嘛邀请下面的朋友吼，啊恁啊，我是要来这边无要紧吼，会当坐较头前的椅啊吼，一个礼拜是予咱三甲啊，就是往这个所在啊，透过咱一家大家相融吼，安怎？周俊良来啊！来，咱的张院长吼，张院长嘛已经来到现场吼，已经来到现场，啊，刚才咱就准备来时间的上课，咱来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啊，共同来到啊这个地方，咱啊，欢迎咱的张院长吼，啊，刚刚做过了长久的这个这个，咱们来一个掌声。欢迎欢迎。欢迎来来来，你也坐到边，坐到边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吼，这个时阵，哦，下定定吼，来吼。啊，我是那个在接吼。礼拜有大细事啦吼，拢是上帝惊伊。啊，来，这个时阵，我爱请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大家呢，三甲啊，目睭睁开，咱三甲码头来感谢，创造宇宙，创造万物，也创造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，我的阿爸，我的爸，上帝。我要深深感谢你的恩典，与你的疼，你教育台湾这个岛屿，你有将福音从耶稣的拯救传到台湾这个所在。主管今日保，虽然外面有雨水，虽然我未通亲自过去，伫树仔卡迄个所在来做礼拜，总是我伫这个所在，因为我伫通安静我的心。因为我的上帝家用个欢喜，用个欢乐来感谢祭拜我的上帝，所以我感谢伊，特别下晡因带我正向姊妹搁一遍我住伫这个所在，所以我要通过吟诗，通过祈祷，通过对圣经的话，特别我也要通过对阮所敬听刘顺良长老，伊过去伊安怎样为着国家为着人民来打拼。等到伊离开政治的舞台了后，安怎样进入到伫家庭的中间？像圣经内面伊所讲，讲我一家，得一家，你来看我。伊正做上帝重要的测试，来分伫上帝拯救的时间。做我要将伊个敬拜甲服侍，强强摆伫你面前，无因为雨水，无因为阮。伫野外无方便，地疏经常我的礼拜，我也邀请所有欢喜甲我斗阵来敬拜你，而且的乡亲好朋友，大家共同来三甲呼入你的名，我用这个聚会用敬拜在你面前，愿你的心甲我三甲彼得，愿咱来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今日三甲来吟圣诗，吟咱的诗歌吼，咱的乡土。主所属吼，伫咱个啊，今仔日所分一张个诗歌内面，咱个乡土主所属，香花果子达香菇，山明水秀，美好景致，人杰地灵，好社区。用这首诗歌，咱来学了上帝，来感谢上帝。咱做伙念起来用好无吼？来请迄个上影，上影哦，来咱个诗歌吼，第五首。三年
阿门。